其实上次是冷的。哎呀，人高大穿衣服的姿势不帅。哎，他不会真的是表演穿衣服吧？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穿的。还有，还有道具。哦，墨镜一对。灯光太亮。不是，那是。我好，安静。再来，还有。看一下他的葫芦里面摆的是什么药呢？还有白手套。好的。外科医生做手术。掌声。